停！前面就要到目的地了，大家小心。大哥，俺能打听个道吗？记住了，别乱扔东西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再过来，我打死我自己！多大个事儿啊？不就问个路吗？至于这样吗？小毛蛋吧，你是大球球。哎，别废话了，你从拉多星过来怎么也不穿件衣服啊？你傻呀，哪有星球人穿衣服的？哎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我从星球过来，露露的就是这样的话。露露，哎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把衣服穿上。这次首领派我来，就是让我配合你，尽快拿到能量体，让我们好占领地球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得到能量体的下落，在一个四元仔那儿，而且我们已经是朋友了，我已经准备下手了。好的，我们一起出发。哇，耶！我跟你说，那个拿电脑的，他就是四呀。啊，有计划了吗？嗯，我准备把他灌醉，然后套出能量体。我随时支援你。好。球球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勇气对你说这句话，今天我一定要鼓起勇气，我要对你说那三个字。还我钱。没有现金，微信支付宝也可以。真无聊，我先走了。四眼儿，等等我。四眼儿，球球，球球，球球，你别走啊！
哎呦，你等等我啊，四眼儿！等等我，四眼儿，你等等我啊，四眼儿！你等等我啊，四眼儿！你等等我啊，四眼儿！啊！啊！啊！你没事吧？啊！就肿了，你觉得能没事吗？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去找个东西看能不能包扎一下呀！疼死了！球球，这个行不行？好了好了，都怪你。你还疼不疼？你觉得呢？能不疼吗？夹你一下试试。那怎么办？我要不弄点酒精什么的，给你消消毒。酒精？啊。那不如直接喝酒。啊？直接喝酒，消毒更快嘛。不能喝，就别喝了。谁说我不能喝啊？我去上个厕所。不行。上厕所是有点我谁说的？聊聊喜欢一下。不是吧？少废话，赶紧喝。闻出来了吗？我也喝醉了，不知道啥玩的。书呆子你都喝不过，你这哪是去灌酒，你这是陪酒。我也不知道他那么能喝啊。算了算了，你再想想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，看能不能套出能量体。什么办法？哎，不灌酒我还真想出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美人计。
我的意思是你找时间把他约出去度个假，让他喜欢上你，让他吸引你，再套出能量体。你这小脑壳被我打过之后开窍了呀。不行，那个呆子他只认外星人不认我，我又不能跟他说我是外星人让他来研究我吧。大姐，你能不能别用胸考虑问题，用用脑子行不行？他不是喜欢研究外星人，那我们就对症下药。吃饭啦。嗯，好。哦，你谁啊？外星人。你无聊吧，带着这个东西。哦哟哥，你整天研究外星人也不谈个女朋友，你要我这个妹妹伺候你多久啊？我哪有时间啊？我啊，最近有个新发现。发现什么了？外星人孤独终老了？外星人上厕所不带纸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去去去，别妨碍我啊！哎呦哥，别以为我是小孩，其实我都懂。我还知道外星人来地球了呢。哎哎哎哎，你怎么知道外星人来过地球？因为我见过啊。你也见过？在哪见过？就在。在哪？就在。球球，是你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不欢迎啊？不欢迎我走了哦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就是从这儿路过，上来看看你。哦，对了。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某个度假村在做活动，可是我一个人不想去，好想有个人可以陪我一起去。这个星期我有一个关于外星人的课程研究，没时间啊。哇！哇！球球，你这个外星人的资料从哪儿弄来的？告诉我好不好？你喜欢研究外星人啊？你喜欢就拿去呗。真的吗？球球，你太好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啊。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陪我一起去旅游，我就送你。这个。哥，你真笨，人家想泡你，还给你提供外星人资料，你还犹豫什么呀？那我们这个星期天再见。
怪不得他上一次拒绝我，原来他喜欢四眼儿。哎，志哥，志哥，你他妈能不能小点声？小点声，小点，小点声。志哥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，大点声。一会儿叫我小点声，一会儿叫我大点声。志哥，你他妈能不能小点声？你震着我了，你知道不？志哥，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这个死娘在，但枪你得骂死我。我看他是完全不把我志哥放在眼中。咱要不要找人把他给做了？回来啊！你一天就知道打打杀杀的，你能不能动动脑子？动动脑子！你打他有什么用啊？到头来秋秋还是不喜欢我，你得给我想办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让他喜欢我，喜欢我，明白了吗？知道吗？瞅啥呢？还不想办法去？行，绝妙的办法！他们两个不是要到杜家村过二人世界吗？咱俩一起，咱把他这个好事给破坏了。到时候志哥再在秋秋面前好好表现表现，我相信秋秋肯定会被感动的。再说了，那个满脑子都是外星人的死娘仔，他可能是志哥的对手嘛，是不？好办法！我们两个一起去，我就不信我弄不过那个四眼儿。师傅，我们带这么多人，应该超载了吧？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今天没昨天人多。乔乔，乔乔，你不挤吧？这能不挤吗？挤死了！师哥，你往那边去一点成不？我还往哪边去啊？师傅，我要下车，我也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，我要停车，停车，停车，师傅，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，别说话，我要下车，我要下车，我这个大仙怎么还绑呢？你停车，你要下车，啊！Thank you.
我想透透气。哎，你看，流星。那是飞机。为什么白天不会有流星吗？之所以能看到流星，是因为陨石在运动过程中产生强大的摩擦力，摩擦出火花。而在白天，光线强度过于强，远远超过了流星的光线强度，所以人眼就自然看不到了。哦，没想到你对天空还是很有研究的嘛。哎，不是天空，是天体系统。你说这么大的天空有没有外星人啊？当然有，宇宙中至少拥有10^23次方量级星球。如果说只有地球存在文明的话，那么这个概率大约是1000万亿亿分之一，很明显这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其实你知道吗，外星人其实和人类有很多共同之处，不过外星人应该长得很丑。虽然他们都很丑，但是他们都很善良。很善良。据我了解，外星人的科学技术远远超过了人类，他们每个人甚至都会几十种技术，而且能轻易地来到地球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都没有对人类做出过任何伤害。知道吗？小时候，有天晚上我离家出走，在十字路口，一辆大货车向我疾驶过来。哇！在我面悬一线的时候，被外星人救起过。所以我很坚信，外星人都很善良，而且还会帮助人类。你怎么知道是外星人呢？因为那一刻有很强大的光，一般人是达不到那个速度的。这就是人体分解成粒子，通过粒子加速对撞分离质子，从而达到超光速分解车辆。
球球，你怎么了？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。曾经，我也认为人类贪婪、自私、虚伪。但是，我在地球的这段时间，我发现，并不是这样的。其实，我们根本不了解人类，你知道吗？球球，地球已经存在快50亿年了，而人类的历史才只有300万年。但是，你看到地球现状仅仅只有300万年。人类为了个人利益而破坏生态平衡，哼！以我们现在的技术，用不着觊觎地球。而人类现在急缺一种自然资源，就是生物。求求，放眼宇宙，人类不值一提。希望你别忘了，来地球是干什么来了。求求，你是不是地球待久了，人也变得愚蠢？告诉你一件事情。哈雷彗星越来越亮了。可是我真的不想这样。求求，你在这里这么久，你也看到地球的生物和水是什么样子。求求，哪一样有我们的好？雾霾这么严重，遛狗，狗看不见，呼吸都会痛，会痛啊！水质污染，环境破坏，水土流失，温室效应，哪一样有我们的好？求求，我们也是出于好心来帮助地球复苏。一旦我们掌控了地球，我们永远与地球共存，这不很好吗？哎，这个，你干啥去？我发现球球不见了，快，跟我一起找球球去。找球球。球球。球球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，哎，志哥，咱找球球，你可不敢行短见呀！什么短见？快跟我一起找吧！球球，我还以为你要跳下去呢。球球，球球，球球，哎，志哥，球球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快，在哪儿呢？这。哎，球球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出来透透气，一会儿就回去了。别一会儿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你看这天都黑了，不安全。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嗯，好吧。嗯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哎，志哥，你咋回去了？你等一下我呀，志哥。既然你不愿意，就只好我亲自动手了。黑天不戴眼镜好了，哼。眼睛咋回事儿？志哥，你这个嘴咋还歪了？你没事吧，志哥？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
我就是活动一下我面部肌肉。鸡仔，你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给我和球球弄点吃的喝的什么的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，去呀。没问题，这个去吧。球球，你看今天的星星真多。是啊，是挺多的。这个，你怎么回来了你？不是的，我刚才忘了问你，你们吃啥呢？吃什么都行，随便随便，什么都行。要不我到河里给你抓个鱼吃？哎，你看，这个水可能有点凉啊，咱今儿就不吃鱼了啊！快去吧，别磨叽了。没问题，志哥。乔乔，今天啊，不光星星多，月亮也挺美的哈。是啊。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夜晚，我想起了一首歌。什么歌？我唱给你啊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深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志哥，你怎么又回来了你？不是的，志哥，我刚才又忘了问你了。你的要喝啥呢？要喝热的呢，还是凉的？热的。这大冷天，我们两个能喝凉的吗？没问题。还不快去！乔乔，做我女朋友吧。我自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被你深深的吸引了，无法自拔，吃不好饭，也睡不好觉。我这一闭上眼睛，满脑子都是你。大志，你用这招把了多少妹啊？还有没有其他的招了？想我志哥，我跟你说，我英俊潇洒，风度翩翩，我聪明伶俐。我跟你说我的办法，我求求，相信我，我是真心的，做我女朋友吧。志哥，球球已经走远了。滚！志哥，太好吃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现在太小了，不能吃这个。
肚子怎么这么疼？是不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啊？妹妹，姐姐去办点事情，你现在还在长身体，要多吃点，给。真舒服。这是个好机会。姑娘，你捂错地方了。妹妹，你刚才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这回我可就放心了。虽然现在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，但是这细密的嗓音还有漂亮的头发，此时此刻我是一个真正的女人了。小美人呢？哎，志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你追到球球的。哎，小美呢？小美吃多了，去上厕所了。啊，小美没事吧？有什么事啊？谁让她自己不长脑子，吃那么多。哦，好吧。大家不要担心我，我没事。外星人，这来，这个走。小美，你怎么啦？还给我，接着。小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老实点点啊！哎，这个，小美给我打晕了。那小美没事吧？
没事。人家现在是小美啦。听你说话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你不当女人真是浪费了。哎呀，呀，你脾气还大得很。还我！还给我！看一下嘛，看一下嘛，你不要还给我！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这种事情也不是你想急就能急得来的。住了！我们总不能把四眼抓起来严刑拷打吧？要是他再不说，这个方法真的可以尝试一下。不行，不能这样。难道你心疼了？我们再不完成任务，到时候有性命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了。那就不给你，来，有本事你过来抢啊。我们一定要找出能量体的位置。你说有什么办法能让球球注意到我呢？这个，我想到一个游戏，能让你跟球球有亲密接触的机会。游戏？赶紧弄起来了。这个，你别着急，看我的。大家都听我说，在这个美丽的夜晚，咱不如耍个游戏吧。好啊，玩什么？这个游戏很简单啊，我这儿有六张牌啊，里边呢只有两张 A， 谁要是拿到这两张 A 啊，那么这两个人呢就要接受大家的惩罚，都没问题吧？没有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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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啊，我们开始来。拿到两张相同数字的人就要无条件接受大家的任何惩罚，都没有意见吧？没有没有，没问题。没有没有，快来快来。来，小妹，小倩，这个球球，你的那个是不是 A？ 不是。我不是 A， 我不是 A， 只是 A， 快要接受惩罚，啊啊！这个。行啊，不是的，这个你不要着急嘛，你看总共就这几个人，肯定能抽到你跟球球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抽不到，我他妈就抽你。你光想着抽我。消消气儿，这个消消气儿。那你们就表演一段小青青吹你胸口吧。啊，好好哼，讨厌，也不哄哄人家，人家拿小圈圈圈你胸口，讨厌，打死你，大坏蛋，大坏蛋，你给我滚一边拉去，真恶心。再玩一局，不，你这么不讲道理的人吗？重来一局。
球球，快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来，小妹。哎，成了！咦，球球，咱们两个抽到一起了，太棒了！哎，来来来，志哥，要不你表个白？那你们就表演一段《大志哥哥喝酒》，球球姐姐喊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喝酒啊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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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再来，再喝一瓶，再来一瓶。不说好了一瓶吗？哎呦，多加油嘛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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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哥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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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表现表现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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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志哥强，志哥棒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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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哎，你太厉害了！你这样两瓶酒都喝完了，完美！别整那没用的啊，重来！哎，来，哎，这回倒着来啊，小妹来，哎，哎，你俩分啊，你俩分哈，哎，球球。谁拿到 A 呀？谁谁呀？怎么搞的？这你不是 A 吗？咦，看见我怂狮子，哎，你来嘛。哎，四雅，在你求婚之前，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你是不是对外星人特别了解？一点点。那你知道能量体吗？这是你问的第二个问题。哎，四雅，哎，四雅，球球，四雅，球球，哎哎，球球，哎，小妹，小妹，小妹，你干啥去啊？不行，我要去帮球球，今晚一定要知道能量体。小妹，小妹，你干嘛？小妹，你觉得我咋样？可能突然这么跟你说，的确是有点唐突啊。其实，什么事你赶紧说。小妹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。虽然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志哥，但是你也看到了，志哥的眼中只有球球，你是不可能的呀。其实，我也不错的。思雅，你为什么一听到能量体就避而不谈呢？太阳系有八个星球，星球的卫星有二十几个，银河系有2000亿颗恒星，宇宙有1000亿颗星系。
一切都充满着未知。是啊，对于充满一切未知的你，为什么还会认为外星人很善良呢？科学家猜测，外星人的智商是远高于人类的，所以世界也会因为外星人的存在而感到不安。但是我不这么认为，外星人的存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被猜测了。如果他们真的想对地球做出什么的话，应该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做了。你真的认为他们都很善良吗？不知道，也许外星人就像你一样，虽然彪悍，但是也很温柔，也不会去欺负弱小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一直不怎么合群，所以朋友特别少，可是你依然愿意跟我做朋友，谢谢你。也许他们真的和你一样很温柔很友好，不是吗？你真的认为我这么好吗？你不怕我对你有什么目的吗？我只会研究外星人，又没钱，你会对我有什么目的？我只知道你是我长这么大以来唯一一个愿意跟我做朋友的人。谢谢你那么信任我，也许外星人会是你想的那样的。过来了，我是小美。小美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声音怎么变了？求求我，小美已经被攻击了，但是能力实在太差，小美对你很失望，所以喊我过来，今晚就要等到。知道什么？你以为地球人都是傻子吗？你以为随随便便就能得到能量体？你也别废话了，你也不能找我。凭什么？我已经得到能量体的下落了，我很快就能得到能量体了。废物，是永远都找不到能量体的。秋秋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你到现在都没有完成任务，所以首领派我过来接手。还有就是，你也可以不用回去了。
小妹，做我女朋友吧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。小鸡仔，你可以放开我吗？我不要，我要像这样一辈子都搂着你。姐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小妹，我真的超级超级超级喜欢你。如果我不是小美，是别人呢？你啥意思，小美？我意思是说，我不是小美，是别人呢？你还喜欢我吗？小美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喜欢你。不好，就这个危险。哎，小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，小妹，你谁呀？求救！求救！小美怎么了？你又是谁呀？嗨，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，赶紧告诉我小美到底怎么了？小美被一个外星人附体了，苏西要来找什么？能量体。坏了，肯定是首领因为我办事不力，派外星杀手来杀我们来了。求救！求救！哎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到底是谁呢？求救！求救！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求救！小美，不要杀我们！我们也在努力地寻找能量体。很好的会让你不好，因为你这个朋友你求你还不被死在我身边。不要伤害他，求求赶紧走。不要伤害他，他是无辜的，他根本不知道能量体。快住手，我就是喵长的能量体，他们无关。你就是能量体，小妹妹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是不是？你验证一下不就行了？真是奇妙，原来我没有找到能量体，竟然是一个外星人。什么？能量体居然是跟我们一样的外星人。妹妹，你不要乱说，赶紧走，这样很危险。哥哥，其实我也是外星人，我为了逃避通族人的追捕，就逃到了地球上，在一个孤儿院里躲了起来。没想到是你领养了我，谢谢你，我的地球哥哥。外星人是不能和懦弱的地球人有感情，你已经违背了我们星球的规定。其实你们一直不明白，地球有更有感情、更和谐。在我们的星球上，除了战争，还有什么？我们存在的意义，就是统治这个宇宙中所有的生命。那太严重了，没有任何感情，就是机器，冷漠的机器。别废话。我来到地球就是要找能量体，现在我找到了你，必须带你回去。不要啊，
妹妹，赶紧走！我要用尽所有的能量，把你这个外星杀手带到宇宙边际。虽然我是外星人，不过你永远都是我的哥哥。今天起，这儿就是你的家了。妹妹，你又做噩梦了？别害怕，有哥哥在呢。看你笨手笨脚的。好了，别逞强了，让哥哥来帮你就好了嘛。你才笨呢，我只是不适应。人类的感情到底是什么？傻妹妹，你还小，说的你也不懂。来吃糖，啊！哥，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外星人呢？我觉得外星人一定都是聪明又善良的。哥，我想告诉你，其实我就是外星人。哦，那我不就是外星人的哥哥了？谢谢你陪伴我哥。我还会回来的。